哎，唔通讲话啦，佮讲话就伊袂话呢。明仔载做袂起，我讲。好啦，可以讲话了啊、哦！我怎么说呢？来看哦，其实也有一点诀窍在啊。你今天如果你把这一包一同时间全部弄进去了，你到时候万一你要做生意，你要做成一杯一杯，到时候就会有的有成功，有的不成功，因为它在里面结成一团，那个菌没有均匀散开。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刚才是扔一次一次一次慢慢放？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缺口？有一个小缺口，请你用手撕，你不要用嘴巴去咬，你也不要特别费事去拿剪刀来剪，除非你的剪刀要灭菌过。那进来以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摇哈，摇不是像摇泡沫红仔，要一直拼命摇，这样手会很酸哈。我们盖紧以后呢，主人讲话没有关系，主人讲话喷口水失败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过来呢，我们现在哈盖紧以后，你们看我摇一下哈，不是自己摇啊，是牛奶摇。好，一阵，一百。你一定要量化的话，摇15下到20下，你不用量化你就随便摇，摇完我们放着，让它菌发酵一下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觉得怕没有均匀，我等一下不放心，我再摇一次。好，那你摇完不用等一下响了，过了一个小时你还要去摇它哦。你摇完大概在10几分钟以内，你动它，过来你就不要再动它了。那我们今天下午的3点15分做，明天的下午3点收。好，所以让你们自己找一个好地方，我看我们就放在这里面好了。这里面应该比较不会有人进来嘛。这个不可以再放进冰箱了。不可以再放进冰箱了。第二次的养菌哈，我现在讲，你这个所以你的材料只有这样，鲜奶跟菌粉只有这样而已。好。带过来呢，这个菌粉哈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家如果养小宠物的话哈，这个菌包你不要丢掉，你就是把它剪开，然后让它可以让它吃，这个对感就是益生菌。小狗的像狗狗的话，或是猫咪，还是你家有想什么小松鼠，家里如果养宠物的话，它可以改善它肠胃的那个益生菌，因为像小狗最怕肠病毒，你可以让它去吃，才不会浪费，包括什么小鸟都可以。好，瓶子的话，那个瓶子要干净，你可以用烘碗机先烘过，或者就是用热水烫过，热水烫过再擦干，就用瓶子。那我跟你们说，鲜奶瓶的效果跟玻璃瓶不一样。你长期要吃的话，你不要每次都把它放在鲜奶瓶里面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塑胶的，是塑胶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品质不是很稳定。玻璃瓶最好。因为这个塑胶难免对，而且塑胶有分两种，一种是透明塑胶，一种是不透明的，透明跟不透明的。不透明的塑胶我们绝对不会把它拿来当开水瓶，因为这种的话它毒素比较多，比较容易溶出毒性。那你做成优格以后，它的那个酸性就有了，很怕把这个塑胶的毒性溶掉。好，就这样，你这样没问题了哦。那我们做好了以后，我就静置在室温哦。你不要等一下没事哦，你就打开来看一下。好，你就不能再动它了。它里面开始在发酵，你就想着它里面的分子结成一个一个一个的结好的。你一动到它以后，到时候你的优格就做起来分层，或上面积水还是下面积水。那为什么说不要讲话哈？因为喷了口水以后，上面会有细菌，会有细菌就会有橘黄色、橘红色的。那过来，我先跟你们讲保存期限哈。你今天的下午3点做到明天的下午3点收，那过来开始呢，我就收进家里的冷藏室慢慢吃。每次要吃的时候，拿一个杯子或一个碗倒出来，好，你就倒出来这样吃。那剩下的呢，一样冰在冷藏。那鲜奶的保存期限你不要管它，好，你从你明天做好成功的那一天起开始算2个礼拜。那万一你真的要吃到3个礼拜，我说我暂时我万一外出忘记了，吃到3个礼拜都没问题。书面上我只敢讲说1个礼拜吧，我有没有给你们印给你们？这个没有。你们今天有没有带昨天你们买那本书来的？有。你翻一下123页。我只记得优格而已，其他几页都不记得。那你说今天做是放在这里面吗？对，谢谢。我看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跟你们说哈，
我这边写的是冷藏约一星期左右，书面上我们不敢跟你保证两个星期，因为也许你家的冰箱像学校一样堆了一大堆的东西，那你可能你的保存期限就真的只有一个礼拜。可是如果你家里的冰箱呢清得很干净啊，你没有堆了一大堆东西，那你这样的话你的保存期限甚至到三个礼拜都没问题。像我店里的冰箱很干净啊，都是冰很干净的东西，我再冰到三个礼拜都不会变质。那变质了呢，上面就会开始出现橘黄橘红的菌，那没有就没有。好，那过来呢，我们在吃的时候就像这样哈，找一个碗，你要去准备几个家里吃早餐的碗哈。那就是一个人呢，像我们像这样的妈妈的话，一次一杯。那像男孩子个子比较高的话，一次两杯。好，你要根据你的体型哦，你不要小朋友也一杯，妈妈也一杯，家里的先生那么高也一杯，这样菌量不够效果就不好。好，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，这个做起来哈，它的营养非常均衡，但是它缺乏了维他命 C，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最好能够放水果一起吃。那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先讲怎么吃变瘦的啊。胖跟瘦你不要听盗版，你要今天你要吃瘦身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吃都很有效果哈。你瘦身的话哈，你饭前吃，但是请你一定要加一个苹果。瘦身的话，请你饭前吃。那我可以跟你们讲，它只会瘦肚子而已。你不要期待说我要吃这个来瘦我的大腿，吃这个来瘦我的背部的那个肉，还是要瘦脸，那个不太容易，最主要是瘦肚子。好，饭前哦，那加一个苹果，它有两个功效哦。第一个让你有饱足感的。第二个呢，它有清肠、健胃、整肠的功效。空腹早饭吗？空腹早上。那还有一种功效呢，也是饭前吃哈。你说我今天有肠胃的疾病，我今天不管胃胀气，我看我们这一班很多人胃喉咙不太好，都一直打嗝，对不对？你发现你吃了上课我教的东西，都拼命的打嗝，拼命的排气，代表你的肠胃的坏菌太多，所以你吃到这些有效素的东西，它在帮你排菌，你就变得很会打嗝，很会排气，所以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他们高中生有问我说，奇怪，只要喝到我上课做的饮料哈，都会打嗝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肠内的坏菌比较多。对。我就是刚才说，你饭前要吃，我要吃变瘦的。好，我们吃饭前呢，就倒一杯300cc， 加一个苹果丁。好，不要想说加一个苹果怎么吃，加一个苹果丁。像我有时候来上课，我就会用一个杯子倒我要的优格，甚至我会倒多一点。我说早上可能只有吃这杯优格，我就倒多一点，里面放个苹果丁。会很好吃，你们明天就知道了。只有一点乳香，那个乳酸，因为这个菌很好吃。讲菌种，等一下会跟你们讲。好，菌种等一下会讲，因为我先把这个讲完。那过来呢？第二个，你说我要吃增胖的哈。我跟你们说，什么人需要增胖？你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脾胃吸收不好，我怎么炖补给他吃就是吃不胖的。好，你可以让他饭后吃200cc，你不要吃倒反哦。啊，他爱加什么加什么，他爱加苹果加果酱，好，还是他爱加巧克力酱、草莓酱，随便小朋友自己去加。好，他吃了会健胃正常。我在平东三中教了一个男学生哈，他妈妈后来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很高兴，他说他的儿子啊，他儿子他们班的班长，他说他的儿子哦，养到高三哦，怎么吃都吃不胖，什么都试过了，就是吃优格吃胖了。那他很认真，他那个小孩子非常认真，他在吃哦，照三餐吃，三餐饭前都吃一杯优格，因为他们很怕太瘦不好看，他哥太瘦了，真的非常瘦。如果说加什么巧克力啊？哎，不用啊，他爱加什么加什么，他爱加蜂蜜、加水果、加蔓越莓干、加葡萄干，随便你加，只要他愿意吃就好了。那过来呢，讲肠胃疾病的哈，你说我今天胃胀气、胃痛的，还是我今天便秘的？只要我今天有肠胃的疾病的话，三餐饭前吃不行的话，尽可能两餐饭前。我早上吃一次当早餐，我晚上要吃饭前。跟那个要瘦身的一样，换吃就是饭前吃一点点，好，或者吃一点，让肠胃比较好。吃一点点，
这是牛奶，前面零200cc 就好了。这个效果很好哈、哦。那过来呢？过来讲座。坐浴5到10分钟，昨天讲过了嘛。30°C 的温水，优格150cc， 坐浴5到10分钟。我刚才都跟你们多提一个增胖的哈，我们很多学员，他们家里的长辈，大概差不多70几岁、80几岁。对啊。没有，我刚才看哈，我刚才看小纸杯，我今天有量，它150就够了。你没有特别疾病的话哈，不用多，你就是150。我刚才是说250嘛，对不对？250大概我喝的杯子半杯了。你说我平常当保养150就够了，水不要泡那么多嘛，这样比较节省，不要泡那么多。那我要跟你们多提一个，家里有70、80岁的长辈，或者呢家里有刚好化疗完的一些朋友的话，跟他们讲，加不饭后跟要增胖的一样，饭后200cc， 效果很好。我们在很多地方上课，家里他们都说，家里的老年人本来哈、吃什么都不会吸收，不会胖，要胖也胖不起来，因为他的器官退化嘛，营养吸收不好嘛。那他吃饭后，他吃一点点，跟小朋友一样，那就让他养成习惯，他爱加什么你就加什么，你不要限制他说好这个不能加，那个不能加，只要他愿意吃就好了。他不敢吃冰的，不敢吃冰的哈、你的水果不要冰嘛。可以加肉吗？加肉啊？加肉不加发型啊？不行啊！你就加水果嘛，加葡萄干嘛。啊，他爱加芝麻粉，那就给他加芝麻粉。还有那个，我多跟你们提一个，想要芝麻粉哈、那个，如果你子宫方面有开过刀，子宫比较虚寒的话，里面放三宝粉，没有三宝粉的用芝麻粉，里面搅黑糖或糖粒，吃子宫虚寒很有效。我在屏东上课有一个妈妈，她就是很爱吃优格。她告诉我说，就是我昨天跟你们讲那个，说子宫已经那个去泌尿道检查，医生跟她说不但发炎而且发霉的那一个。加三宝粉。对，她后来说她不敢加水果，因为医生跟她说水果是有淀粉，加三宝粉。那结果她说，吃的效果很好她吃一个礼拜感觉改善很多。饭前饭后。那个随便，饭前饭后随便你吃，泌尿道的没关系。好，有时候你懒得打昨天那一杯果汁，你就是吃优格当保养。好，就这样哦。啊，优格我先跟对，都可以随便你。后来我跟你们说，优格会有一个哈、你吃了以后，你们今天做，你会发现到下个礼拜哦，常常在肚子饿。我一般奇怪，我以前没有那么会饿，怎么现在一直在肚子饿？因为年龄越大，肠胃机能越差，然后你的消化蠕动可能是。